风好雨，结果因为区域派选哦，那这个我们需要去检讨，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所以未来我们跟经济部水利署跟我们的农水署在整个灌排的这个部分要做好的话，那避免下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想这是我们后续我们要来现场勘查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那刚青龙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把区域排水这个做好以后，其实我们的温室我们都不用担心了。我觉得他到人力啊，我告诉你，他公司不然这公司你挂不了啊。